国政大选新年推荐，亲身感受到国政强大的团结精神和凝聚力，这种令人振奋的场面肯定也振奋了国政各成员党领袖和党员们的士气。今天我很高兴看到来自全国同志们带着激昂的心情、高昂的士气，出席这场马华大选新年的推介，给我党打气加油！你们不辞劳苦，从全国各地前来出席这项意义深重的仪式。说完了，我要再次代表党中央向你们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谢谢你们在本届大选打一场异常的艰苦的翻身仗，因为它关系到党的存亡和华裔同胞在国家政治主流中的地位。在面对当前严峻的挑战，做出最好的准备工作。今天，同志们，马华前党上下已经做好了最前面的准备。我听到刚才大家都喊的，我们准备。